了吗？呀，这不是婚介所的门门吗？快来，干啥来了？我来能干啥呀？我给您介绍对象来了。这孩子，给我介绍啥对象啊？我有老头。哎呀，大妈，您的情况啊，咱这街坊四邻都了解。我不是觉得这马大爷条件不错，人也好，让您多一个选择吗？马大爷，快来！哎呦我，妈呀，那老马头，这怪吓人的。哎呀，丁老太太呀，我专门啊为你写了首诗，你听着啊。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丁老太太，我爱你。你小点声。我爱你。不是这个小声。我有老头。哎呀，你别总拿他跟我比。我知道，你不就因为我胖吗？就因为这个啊，我专门练习了跆拳道。来，来了。干啥呀？这是？啊？啊！呀！李达。哎呀，你别拦我！我没拦你呀、啊。啊呀！不是，怎么着，马大爷再低点这样。来不了了，回家。没事吧？丁老太太呀！啊！我爱你。你可闭嘴吧！我送送您，没事吧。哎，听到吗？你说你们家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儿子啥时候回来呀？你先甭管我儿子了，我先去找我老头说两句。这病啊！老头子，你出来！你干啥呢你？啊？外面都吵翻天了，你没听见呢？你要再不快点的话，你老太婆就要被人抢走了，你知道不？看看人家老马头，一进来就跟我说：“丁老太太，我爱你。”你呢？这一辈子都没跟我说过。咋呀？这是了吗？我回。哎呀，大哥、啊，大哥，你快过来吧！我跟你说啊，妈，咋啦？我爸又惹你生气了？爸，你也是，你总惹我妈干啥呀？爸，听我的，你回屋去，我劝劝我妈。哎呀，爸，我让你回屋去，你咋还过来了呢？大哥。你妈咋回事你不知道啊？我妈说啥是啥，挤鬼眼干啥呀？这时候了，你妈吓唬我你还吓唬我呀？你妈她是犯病了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哎，小姐，你刚才说啥？哎、说我犯病？没有，你别插嘴，你跟大妈说，大妈有什么毛病啊？大妈，我跟您特别忙，不是他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是吧？你放弃治疗，你就别说话了。我是为你们家好啊，就我发现老太太这个病情啊，她很严重，你瞒着她对治疗没有好处。我是儿子，我咋说呀？我说，你别管了，大哥，你别管了。丁大妈，啊，您得了臆想症，啊，您老伴儿早就不在了。小伙子，你瞎说啥呢？你刚才不还给我俩调解了吗？我还埋怨他没跟我说过我爱你，我不给他撵进屋了吗？你忘了？我给他叫出来，等着啊，老头儿，老头子，哎，干啥去了这是？儿子，你刚才上来的时候看着你爸没？妈，嗯，我爸真不在了。你瞎说啥呢？你是他儿子，你知道不？你爸要是不在了，那我跟谁吵的架呀？那我刚才看见的那是谁呀？妈，那都是您的幻想。不可能，不就不想帮我找吗？我自己找不就得了吗？老头啊，老头，老头，老头你在哪呢？啊，老头，老头你在哪呢？你别吓唬我呀，老太婆在找你呢。老头你在哪儿呢？妈，我爸都走了五年了，
这是他走之前给您留的信，一直不敢给您看，怕您受刺激。放下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还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，我对你说了三个字，相信我。你生孩子的时候啊，我说辛苦了。这辈子我都没给你说那仨字，今儿我补上，我爱你。你别哭了。我没哭。你肯定说你没哭。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呢，就是你能开心。那你要是因为我不开心了，那我不成了罪人了吗？听我口令啊，一二三笑。哎，这不就对了吗？老伴儿啊，你能保证以后都开开心心的不？能。那你还愣着干啥呀？赶紧的，去广场上溜达溜达，顺便呢，看看那大白菜降没降价，多买点。哎。妈，你去哪儿呀？你甭管了，你跟我出去抢白菜去吧。好嘞，您慢点。走。这老太太这样多好，我这居委会呀、啊、一块心病放下了。丁大妈，那白菜给我留下。